早晨6点了，这是煮的鱼，昨天发的鱼，给煮上。这是烧的水，这个是鸡蛋煮好了，这是昨天剩的火鸡肉，剩一块儿，把汤倒了，换成清水煮的。那个房东的亲属还没回来呢，你看他走之前，他把这个灶台做记号了，避免别人用啊，聪明不？老汉们都聪明啊，这是煮的这个面条啊，是这种面啊，发的这种面，制作来自100%的杜若小麦，杜若小麦是硬质小麦是吧？下面是西班牙语吧，macaroni product，macaroni 是面条吗？产品净重198克。墨西哥第一号的面食，Mexico's number one。这哪产的？分发贝，德州啊，德州生产的。它的营养成分是总的脂肪1%，碳水化合物15%，膳食纤维7%，钙2%，铁6%，钾4%。它这是西施的2025年的7月到期啊，烹饪指南，放水到一个煮开，并且添加盐来调味儿，放面食到开水里面，并且搅拌，偶然的搅拌，在烹饪期间沥干了水，并且准备好了，按照想吃的就吃了，就这意思。对于汤呢？这个面食能够被炸，在添加水之前，如果想要喝汤的话，那么你可以炸一下这个面条，在加水之前，它就成油汤了，对吧？这是德州生产的。然后这个鱼呢是 pollock，没有皮儿的鱼肉块儿。伟大的美国海鲜进口公司，一个传统手艺质量，野生捕捞，服务建议，每四欧兹，含有的成分啊，这哪产的？产品属于中国啊，咱们中国的产品啊，中国生产的，成分是 pollock，是鳕鱼吗？鳕鱼水钠三多磺胺，为了保湿，Tripoli 什么不认识啊？包含 pollock 鳕鱼吗？注意事项可能会包含骨头。包装为了南丰食品，大美利坚海鲜进口公司，加州啊。南丰食品创立于1974年。是我们美国的家庭拥有的并且运行的公司。我们致力于寻求资源，寻求高质量的新鲜的冷冻的海鲜，遍及全世界。我们的使命是提供可持续的和社会责任感的野生捕捞的以及家庭农场养殖的海鲜，为了你和你的家庭。来自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家庭到你这里。享受你的餐食，Badland's Gratty Family，花蕾和格莱提家啊，这是一个家族的企业。胆固醇12%，钠15%，维生素 D 2%，钾2%。获得灵感被可口的菜谱，在南丰食品公司的网站啊，Instagram。被推荐的融化指示，拿开这个产品，从所有的包装里面拿出来，并且放在一个盘儿或者放在一个浅平底锅或者盘里，允许大美国鳕鱼片儿融化彻底的，在冰箱融化到8到10小时吧，保持融化了的产品。放在冰箱里，并且使用在1到2天吃光，
必须被烹饪到最低的温度，属于165华氏度，74摄氏度个块哈。咱们中国生产的，然后它有每一个独立的包装袋，独立的包装袋，重要的保持冷冻直到使用，融化在冰箱，立刻用之前融化，融化用之前你在冰箱里融化，拿掉真空包装袋，在融化之前啊，这是真空包装袋，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真空包装袋，我就刚才拿剪子给它剪开，把里头。回来之后把无花果也吃了，无花果，剩的无花果吃了，这是之前吃的黄瓜，6.06，这水快开了，这是。这里边这个胡萝卜有点长毛了，中间这个长毛了呢，为啥呢？都招苍蝇了，中间这抓起来一扔，我拿这个塑料袋隔着抓吧。有烂的，欧了，我把这个收拾一下，挑挑。哎呀，这时间上不吃的坏了。再见，我挑挑，再见。